这给谁的? Grace. 我一直以为我爱你，直到 Grace 出现。我为什么离婚呢？因为我不想让你好过。妈，是不是我没有当好人家的妻子，所以他才外遇？我们结婚之前，李杰如来找过我。我是你穿的老婆，你难道不知道他有老婆吗？他要我立刻跟你结婚，跟他结婚。 怎么可以？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。我小时候得罪了爱神，所以我永远都要跟自己最爱的人痛苦。同学，要不要我载你？我也不想让你难过。难过，他也不会回来。 因为我以为只要我放弃黄克群，在我身上的诅咒就再也不会发生。从我们俩交往第一天起，我就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。我要你现在就出现。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一个你很爱而且最爱你的人。是他。我的缺乏安全感，我的害怕失去，让我又错过彼此喜欢的人。 我希望那个情书是你给我的。我也希望那封情书是我的。